剑剑剑剑，众天救兵，同传宿命之人，天魔濒临空前危险。对对对对对，素还真为何天魔？是等雄心天罡击退。天魔啊！米迪声急促大响，一部隆中带寒，让人不由察觉杀机降临。一秒失血，退人。退人之计，向天救命，察觉别着活人的气息，转向之气。天魔啊！气息全无，哎呀，不妙！你若真大招天魔，这是真正的不妙。不奉古人请入印，哈哈哈哈哈！寒魂寒命的悠悠。不还生意几度秋，吾君近来该何事？关山关水关洪流。先锋渡过，滔滔之难，阁下非常仁义，人民秋水平安。逍遥者何等非凡，终究不及一代新人气宇轩昂。客套的暗号，请将我背出天魔背后的断石银针吧。断石银针，三刻敢无背出，天魔就真正断石归阴了。好吧。可以银针断石，不但能可塑石，更令工艺推进。素还真，这只是雕虫小技，你该为惊奇吧？多谢阁下解救天魔，素还真不愧是江阿文武半边天。伊眼便看穿是我使用断石银针封锁天魔气息，若非阁下三针相救，恐怕天魔不撤。素还真，向天救命要杀尽所有冥界之人，天魔未来如何，就看你如何安排了。缘尽于此，在下告辞。